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《天涯明月刀 M》，是来自于古龙的小说《天涯明月刀》。哇，我的天呀！盖方这么烂吗？大家冷静些好不好？大家冷静些，我都打不赢，我都打不赢啊！定制细节，照片捏脸，我要上传光线充足的单人正面照。这样光线有没有很充足啊？妈，我觉得再重拍一次吧。他是把耳机当成我胖胖的样子了。很像哎、欸，真的有点东西哎、欸。懒猫本人。那我玩的这一个角色呢是神威，最近呢就是大家都有一些风波，在这个江湖上面本来就是会有一些你争我吵，所以会有这些一些些争吵也是合情又合理。神威强不强啊？应该比盖各有优劣啦，各有优劣。那这个游戏呢，除了我们刚刚在那边去做捏脸以外呢，其实你还可以用有一个拍照的系统。我的天呀、啊！天气晴天小雨，哇，他脸上流汗了，流汗了。你不要一直看我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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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悬赏100万，哇，你怎么56等？等级太高了吧？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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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。失败，好，要改名字吗？我们没有赌要改名字吧，冷静点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这游戏有很多外观，我最喜欢是这一个圣秀，我看到我直接买，这很漂亮，没有桥队。快走哟，慢一步就赶不上看好戏喽。哎，大雨，走，我们去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吾乃武林第一大帮连夜帮的副帮主，呛虾都要呛自己的本名。我叫你之前乃是天下第一美女。如今你赢得此战，我便是天下第一人的妻子。天下第一美女，也没听过呀。天下第一美女用看的，不要用听的。脱离战斗，真是一个很不错的脱离战斗的方式呢。哇，它开放的东西很多耶，竞技25等会有竞技8荒决斗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停在这边呢？就是因为、我要给你们看一下这游戏呢有所谓的伙伴。你在剧情里面呢，你会遇到这一些伙伴，有一些是你的朋友，他们跟你会有一段不同的故事。还有一个伙伴是这边啊，这边可以抽。想问一下，现在伙伴有什么哪一个比较推荐的？辅助就是白小生无意。来吧，先免费抽一下5连吧，公孙剑，哎呦，重切，哎，我这样子算不算有点飞啊？没事没事没事，神品伙伴要来了，来，我的天呀，单抽好了，单抽，给大家看看我单抽的实力，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我单抽的实力了。好啦，我也不再藏着掖着了，好不好？20抽一只神品有没有？来，风小雪江山10，很苦哇！哦，这个还行吧。白小生15，朱小瑶，完蛋，一整只。没有，下一支神品是白小生吗？白小生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每次都比 KYO 还要飞啊？来啦！啊，真的要把我 KO 哎、欸！来。
秦岭，白晓生一定是白晓生，白晓晓白晓生，哇！哇，小雪、啊！我懂了，未来要怎么抽卡？我懂了，我的天涯！哇！来了，我去论剑一下。你死定了，神威！就这，我戳！起控，打下来，戳，破防了吧？屌虐！52等。不过如此啦，不过如此。好，最后来玩一下这个吧，这个松林问战现在有加成，应该有机会。哎，有了新的哦，平衡战场属性嘞，它有平衡嘞。Nice， 有料，戳烂，再来，哇，我这个倒，连到死，直接被三只秒杀。这次倒了吧，漂亮。途径追，漂亮，击败七鹰，谢谢各位，夺旗 ，easy。哎，虽然死了两次，但我的分数还是不错的吧。好，再度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玩的这一款游戏呢是《天涯明月刀 M》这一款游戏，它那个 NORPG 的这一个风格呢是非常非常的强烈，而且画质精美，细节到位 ，PVP 啊，玩法都很多，玩起来呢特别特别的嗨，不妨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下个赌注，输了改名之类的。那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扫我旁边那个 QR code。出一只跑一只，抽到老婆你会快乐。出一只跑一只，抽到他输得快，还是我钱赚得快？出一只跑一只，出一只跑一只。